个谁负责？啊，我负责。我们接到报案，怀疑这里有人吸毒。不会吧？你看我谁像吸毒的？你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袋里装的什么？没什么。掏出来。真的没什么。掏出来。再掏。没什么。掏出来。这牌挺多的，哥哥，这小子出老千，你的，哥哥，我错了，来，给我把它吃了，听见没有？不吃了，彪哥让你吃了，快点，你他妈吃不吃？这看，警察他们打人了，打死他们！大哥，大哥，你别让他们打了，你承认，你知道错了。可是我们这真没那东西啊！你说没有就没有，蹲下，蹲下，搜。是占全了，所有东西全部没收。李总，结果出来了。
新来的76号，大家不要闹事儿啊。哎，知道规矩吗？啊，过去见见老大。嗯，你他妈欠揍！哎，老大，这小子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你怎么还拦着？先别动他，让他把监规背一背。哎，哎，看见没有？把这个背熟了，听见没有？我看你他妈找死啊你！老大，这小子不懂事，快过过手续吧。爸爸，妈的！彪哥，咱们蹲什么呢？这帮人他妈的肯定不会来了，咱们蹲到什么时候？他们咋那么贪？彪哥，你还把我当彪哥呀？跟我玩牌，你还出老千？彪哥，我们还不是习惯了吗？我这也习惯了。评委不知道华容道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，他更不知道走进去对自己是福还是祸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误区，不要对人生要求的太高，因为你对人生要求有多高，人生对你的要求也会有多高。人都想往高处走，无非就是为了幸福，可是真正的幸福却不一定在高处。最重要的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，认清自己。身在狱中的刘建平开始反思，他和郭林到底谁是曹操，谁又是诸葛亮。廖哥，是新地方的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你叫我回来，就是为了这个东西。怎么会呢？我是怕你手生，先热热身。廖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不是说有钱赚吗？你是块好钢，我们怎么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浪费了？生意总会是有的，但这次恐怕得冒点风险。
小杰啊，早餐做好了，快点啊。好。哟，最近怎么这么体贴？肯定在外面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，老实交代吧。说什么呢？我感冒。哎，老板，你是执法机关的人，又是搞刑侦鉴定的。你说我在外面要是有什么事儿，能逃得过你这个既年轻又漂亮的警察老婆的眼睛吗？哎，如果我真的在外面红杏出墙了，你会把我怎么样？把你抓起来呀，枪毙。你紧张什么？你长得又老又丑的，我才不担心呢。陈仁赫，我接个电话。廖主任，太好了。嗯，那咱们到医院再说吧。嗯，好。杯子上除了刘建平的指纹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明祥，我同周小慧谈过了。我感觉他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。你可不能只凭感觉啊。反正我会继续观察他的。啊，谢了。哎，就，你是怕我复制是吧？有这个必要吗，马副院长？廖哥，你那个消息还挺灵通，啊，那个还没任命呢。咱们两个之间有什么秘密可言啊？廖哥，你看我在想，这录像带虽然要回来了，可是这事儿吧，我老婆早晚要知道，她毕竟是个警察呀。郭总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？要想彻底的了结这件事儿，只有从根儿上下手。哎，你说那几个假警察，他们是冲什么来的？妈的，害得我白挨了一顿打。你白挨了一顿，他妈我也被打了一顿，自己人你都出老千，活该！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马建找的人？你说是那小子？对呀。他们把袋子拿走了，后来就不管我们了。如果真是扫黄的话，他就应该把我们带走。可能是他，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告诉彪哥。不可能。什么呀？门都不敲。哟，你这还没当院长呢，就跟我端起架子了？你说你要当了院长还了得啊？听谁这说呀？哎，刚才组织部找你谈话了吧？现在呢，这个业务干部啊最吃香，咱们院长呢就是业务干部出身，这次提拔的是经营副院长，你呀绝对有戏。行了啊，心里有数就行了，还没认命。马健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当这个院长之前，必须得离婚。
我离婚，你就知道离婚。那我这离了婚，这院长还当得了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段时间少到我办公室来啊。姓马的，你要是和我耍滑头，我让你院长都当不成。这好了，这个节骨眼上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你看，这录像带我刚拿回来呢。哎呀，我不是不想离婚，这时机没到。时机没到，这话你跟我说了有一千遍了吧？你跟我说说，什么时候时机才到？你当了副院长，你就还想当院长？我等不了了，我怀孕了。什么？别吓唬我。我吓唬你？我自己就是检验科的，出了这种事儿，你以为我愿意吗？马健，我再跟你说句实话，要是这个孩子再不要，我以后可能真的要不了孩子了。你这不是我的命问题。逼你，我死给你看！想，那离不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离不了是吧？那你去死吧！我不能死呀，是吧？我死了，你个孩子怎么办？是吧？不说气话，那你让你老婆去死。向你汇报一下，我要出去啊，咱们边走边说。哦，有线人反映，一个叫叶罗马的迪厅里有人贩卖摇头丸。郭明强，没事吧你？这种事儿用得着向我请示吗？该抓的抓，该教育的教育。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据说量还不小呢。哦，我也纳闷啊，最近这毒品案子不多呀。你先了解一下情况，回头我找你。好。看着自己身边熟睡的妻子，面对李湘的步步紧逼和敲诈勒索者的不断升级，马健这个蓝海医院副院长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郁闷透了。他反复琢磨起今天廖青山的话：郭总理早就告诉我了，要想彻底的了结这件事，只有从根儿上下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马健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些害怕。
哪儿了？回来了，大哥。回来了。有条发财的路子，把兄弟们照进去。老时间，老地方见。放心吧。小慧，你这吃的什么药啊？哦，这个药特别好，它能让我忘记许多烦心的事儿，也能让我回忆起许多美好的往事。总之，我现在感觉特别好，我真的都离不开它了。你有客人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那我送送你吧。啊，不用了。小花，还好吧？我还好，谢谢郭总的关心。那个刘建平，我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他本来就是一个人面兽心的禽兽，咱不提他好吗？好。
哎，刚才你那个朋友是谁啊？啊，李品杰，是市局的法医。哦，哎，李品杰不是去做 DNA 检测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认识他？哦，她丈夫马健是我们南华厂的一个客户，他告诉我的。他们还以为我冤枉刘建平呢，我这次要看一看他的命还有没有这么硬。局长，我研究过，今天晚上8点采取行动。我不希望行动计划有丝毫的泄露。是。家军，建平想见见郭林。就当我没说。等等，就按他说的做。是。郭总。方队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刘建平在看守所想见你。刘建平想见我？郭总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事，走吧。家军。身陷囹圄，还心系百姓，让人钦佩。也不知道啊，建平想干什么？你跟他说今天晚上行动的事了？特过气。建平是不是想来个敲山震虎啊？未必。柏林，我是不是好警察不用你来评价。好，我今天能成这样，不是正是你所希望的吗？好，我认了。刘队，你对我误解太深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不是你陷害小霍儿，他会三番两次来害我？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你怎么会认为是我利用了周小霍儿呢？是因为你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才这么说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很多事情我也想不明白。刚开始我不相信你会对周小辉做了那些事情，可是后来我知道的一些事实和证据告诉我你真的做了。恨我而怎么做，还是被人利用了，怎么一个说法？好，那我们就等着用事实来说明吧。刘队，今天我之所以能来，只是冲着你刘建平为人还让我有一些信任，并不来是接受审问。
真深不可测。黄队，见过了。还有谁想见我吗？没了，就建平想见你。那我走了。小子被关起来了，还这么嚣张！哼，你甭管了。你也进来了，老子，只能这个。
哎，王少角，听说你是犯了花案进来的是吧？哎呀，是不是很寂寞啊？没听见？我跟你说话呀。孬种，没劲儿。看什么看？大哥，我没看什么呀。我还顶嘴？还看？我能揍死！跟他说对不起。住手！刘建平，先住手！让他先跟他说对不起。我说，说。给我带走。三餐最重要的就是早饭了，而且这牛奶呢极富有营养，所以啊必须要喝。老公，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想吃点清淡的，这牛奶这味道，我真不想喝。小姐，面包不吃了，牛奶必须要喝。我不喝。姐，你怎么又耍小孩子脾气啊？那我问你啊，我忙活这一阵子，你说我为了什么呀？因为你是我漂亮的老婆，所以我不关心你，我关心谁？听话，喝了好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提醒我带钥匙啊！哎，好的。啊，我先走了，这个别动了啊，等我回来收拾啊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，中午在开元商场门口见啊。去那儿干嘛？我说老婆，你怎么又忘了？不是你舅舅的孩子要结婚吗？我们说好了今天给他们买礼物吗？哦，看我这记性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先去吧。走了。李品杰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有些减退，精神有些恍惚，突然间头疼，是自己工作太累了还是其他原因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